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乔总经常头号明星小刀啊，这个手机坏了，然后今天呢想办法给他换个手机嘛。但是我们听说啊，我们朋友李哥他有个备用机啊，坏了不用了，然后说可以送给我们是吧？送给小刀，然后去看看看什么情况嘛。如果是坏了需要换个定制啥的，就去拿出来看一下。如果能用就用心用着啊。啊，没错。那现在去看一下吧。嗯，走吧。已经到了。李哥，好，来到李哥这个房间了，旺财就出来了。这是李哥养的旺财，养了四五年了。啊，旺财啊，还是个一房一厅呐、啊，哇，这么量产啊！李哥，这个房多少钱一个月啊？750。750啊，挺好的呀，挺大的。对，阳台都有。还有厨房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这个房。就这个手机是吧？啊，对对对。哇，是 Plus 啊？对对对，没有 S。手机呢，李哥给我们了。李哥说的问题主要是电池不行了，然后去换个电池就好了。里面、啊、啥东西啊都没坏，主要是电池要换一下。嗯，李哥，嗯，激不激动？人生第一次用上水果机。激动，还好没第一次用苹果。那你要去干点活，搞点实力啊，给李哥呀买两包法子呀。可以可以，吃上饭嘛，请吃上饭嘛。不说多豪华是吧？请吃个烤鱼啥的也行嘛。嗯，没事。这个是我们李哥的这个玛瑙向阳项链，价值30000块，我来戴一戴一下，想感受一下这个土豪的这个气氛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去把手机先给小刀收好。小刀啊，开心吗？今天开心。好，那就去修手机吧。嗯，记住那句话，要去请我们李哥两包房子啊，可以吃个饭啥的，好吧？啊，人吧要懂得感恩。嗯，那走吧。先来这里问一下手机维修，已经跟老板沟通好了，就是100块钱嘛，应该是换一块电池。这种老手机的话，换块电池嘛，也不怎么贵了。如果是最新款的，可能换个电池啊，可能要花个大几百，是没个大几百是下不来的啊。老板大概要多久？很快是吧？好的好的好的。OK OK。手机已经修好了，换了块电池啊。小刀，嗯，用上苹果水果机了啊，可以，100块老板啊，给你100，110吗？110是吧？好的，刚好110。小刀那个烂手机啊，还放那个，放了个保护套嘛，然后就放进来嘛。小刀还是很爱惜的，我看到这个表情。哎，刚好不行。立马我给你关掉了，直接可以用。啊，好好好。好，嗯，走马上任。修好了，走吧。今天小刀的任务完成了，我们也撤吧。信拿好，走吧。现在6点多钟了，简单吃个饭了。今天太晚了，就没去瓦房做饭。今天过来的一个老哥鹏哥啊，我何哥，还有小刀。现在吃饭了啊，是吧？哎，我们鹏哥是从哪里过来的？杭州过来的，杭州过来的，对。来到这边感觉怎么样？还行吧，才过来30天，三十天。嗯。反正我看你去兼职那个外卖嘛。嗯。单多不多啊？不多。也不多啊。那就没什么搞头。没什么搞头。反正东莞这个工价，最近确实是一般般。是。12块、13块、14块啊，也不怎么高。是的。那你研究一下吧。可以啊，这附近转转，什么工业园啥的转一下，看有什么稳得住的没有。可以可以。这个菜符合你胃口没有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，很好啦。老家是江西的嘛，对吧？江西人。哦，江西人，我听说挺能吃辣的。嗯。小刀啊，你那220的工资啊，嗯，天天花了110，还有110，还剩110块的工资，那你要给我们李哥买两包华厨房嘛，买两包华子呀，嗯，再搞点实力，请他吃个饭呢，可以啊，没问题，就简单啊，还有烤鱼嘛，就这里嘛，对不对？这里的话相对来说挺实惠的，要懂得感恩。我知道，期间人生第一次用上这个水果机，第一次。我是有点激动的啊，这个比你之前买的那些什么200块的、300块那些手机好多了，这个玩起来起码不卡。就是
看谁用的，好不好？哦，电池是不行是吧？嗯，没事，反正你有充电宝随身携带，嗯，没电了就充就行了。嗯，现在吃饱喝足了，来结下账，一共128是吧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